即時解困，今日我哋有位新嘅嘉賓，係一位年青人，佢叫 Marco。咁今日點解會請Marco 嚟即時解困呢？因為呢個話題咧，我覺得年青人都好關心嘅，尤其是之前佔領行動啦。咁大家年青人對於政治嗰樣嘢都認識多咗啦。咁今日咧，朝頭早嘅時候咧，民主黨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宣布，就話嚟緊三點鐘何俊仁有一個好重大嘅決定。咁其中呢個決定咧，就有啲媒體即刻去收風啦，去揾啦，咁就話咧可能咧就係政改表決之後何俊仁會辭職。咁一陣間三點就何俊仁就會交代㗎啦。咁但係你喺 Marco 你喺網上邊有冇留意到即係民主黨呢單新聞？都望到嘅，其實而家個推測就係話可能佢哋會喺呢個表決咗政改之後佢先做辭職啦。咁即係冇理之前定之後辭職，佢幾時辭職啦？咁網民嘅反應其實都幾一致，望落去啲討論區咧，有個比較出名嘅討論區咧，咁大家覺得你一早就應該要辭職啦，即係鬧喎！佔領嗰陣你又唔辭職係咪先？而家嚟辭，而家先嚟辭，咁啊唔湯唔水咁樣夾喺中間，好似冇乜作用咁樣。都幾一致嘅反應。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大家留意解困新聞學咧，我哋就唔會追翻同你講翻，喂，一早同你咁講噶啦，因為其實一早同你咁講或者鬧你之前啲人唔敢做，其實對件事冇幫助啊嘛，係咪先？已經發生咗，已經成為咗歷史啦。咁我哋嚟緊究竟可以點樣做咧？咁我今日咧就用一個解困新聞學去分析一下，究竟何俊仁嗰兩條路。嗱，邊兩條路呢？其實有得揀嘅 ，A 餐定 B 餐，即係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啦。嗱，而家咧何俊仁咧就可能三點鐘就會宣布咧，就話喺政改表決之後，佢就會宣布辭職，因為佢係超級區議員咧，所以咧就會變相公投。嗱，依個係一條路嚟嘅。咁但係另外一條路咧，係可以喺政改表決之前佢宣布辭職，或者可能而家即刻宣布辭職，就話俾大家聽，我哋辭職啦，咁就變相公投咁嘅樣。咁首先我哋分析一下。即係同大家講解一下第一條路先啦。第一條路咧就係講緊何俊仁可能嚟緊三點鐘要揀嗰條路，即係 B 餐嚇，即係 A 餐啦。A 餐係咁樣。咁 A 餐係點咧？就如果何俊仁真係選擇政改諮詢後去辭職嘅話，會發生咩事咧？第一件事可能啲選民就會講啦，啊，其實有咩意義喺度咧？係嘛？即係好似頭先啲網民啦，即係話你都早就辭啦，你咁晚先辭。第二樣嘢咧，都感覺有啲似而家政改諮詢嗰份報告啊，第二輪諮詢啊，因為我哋尋日都講，究竟嗰份諮詢報告咧係俾邊個睇嘅咧？即係俾泛民睇啊，定俾市民去即係俾意見咧？因為個重大嘅關卡咧就係大前提就係話，如果泛民係堅持要否決嘅話，其實我哋俾任何嘅意見都係白費噶嘛，因為過唔到噶嘛，冇用噶嘛，咁。何俊仁在政改諮詢之後，如果真的否決了一個政改，他去辭職，其實有什麼作用呢？政府是不會再聽你的，已經否決了吧，那沒有用的了吧，市民又會問，喂，其實我投回你進去都是沒有用的，我表達了個 訴求給政府聽都是沒有用，因為改變不了任何事實。所以如果是真的選這條路的話，就比較感覺上那個用的功力冇咁大啦，係啦。咁另外，如果第一條路咧，即係講緊喺政改表決之前嗰條路咧，咁又唔同喎，又好似有啲作用喎。點解咧？嗱，譬如而家真係咁講，下晝三點，何俊仁同大家講：我而家宣布我要辭職，我要變相公投啦。而家開始，嗱喺呢段政改諮詢期間，你突然間咁樣做咧，一個變招咧，係殺政府一個措手不及嘅喎，起碼。除了政改諮詢文件的一些市民可以表達一些意見之外呢，嚟緊可能會我哋有嗰個變相公投啦，嗰個變相嘅選舉呢，有市民可能可以表達意見，話翻俾政府知，可能有100萬票啦，或者好多市民登記嘅選民一面倒都支持泛民嘅意見，支持佢哋嘅要真普選嘅，咁有一股嘅壓力係可以俾翻到政府喎。你覺得點咧？你覺得係咪咁咧？因為擺兩個嗱。即係一條路係咁，另外一條路就係一個前一個後。你一個年青人嘅話，先唔好講話追翻以前嗰啲時間啦，嗰啲就冇意義啦。你會點睇咧？咁其實好 obvious 嘅，好明顯地，其實如果你一個政改表決之後，你先至去辭職嘅話，其實呢件事係冇，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冇任何意義。你會有意欲去投翻票俾佢先，即係去做呢件事先。咁我都會去投票嘅，含淚投票，即係含淚投票咯。我唔知投翻又投翻入去，但係佢已經即係失去咗件個意義咁啊，個變相公投。
咁公投嗰、那個即係佢搞變相公投嘅目的係佢想俾全港嘅選民一齊去反映翻啊，究竟香港人整體點諗嘅咧？咁因為政府都冇搞過公投呢回事，佢得佢所以佢哋要做個變相公投啫嘛。咁如果我哋個表達嘅意見係喺個表決之後發生嘅，咁係改變唔到個事實啦，就好似你咁講。咁但係如果調翻轉，佢喺之前我哋就做咗咁嘅表達嘅時候，咁我估無論政府佢聽定唔聽都好，咁嗰個民意好清楚出咗嚟就係、是、哦，如果真係泛民係再一次當選嘅，咁其實已經反映咗其實香港大部分人啦，咁大部分選民啦，其實係支持緊泛民講緊嗰套或者佢哋嗰個説法。冇錯。咁到啲議員真係投票啦，同埋政府佢真係佢做完佢個諮詢之後啦，咁佢冇辦法避免一定要考慮翻就係佢哋做完個變相公投，大部分人係支持泛民入去嘅。咁佢哋自己去投票，佢哋就要諗清楚緊係咪需要考慮埋呢件事咧？咁起碼有機會可以改變到政改嗰個諮詢嗰個過程。或者係嗰個表決嘅結果咯。係啊，因為而家成日都話捉鬼啦，捉鬼敢死隊係咪？大家都話究竟嗰幾四隻鬼係邊個咁啊？依排都大家熱烘烘喺度講緊，咁啲鬼就唔會咁快出嚟嘅係嘛？即係通常都係表決前先會出嚟噶，咁早出嚟就俾人揼死㗎啦。咁、如果你真係一個快刀斬亂麻，真係何俊仁而家即刻辭職，就能夠可以話即係做到相繼，俾人感覺上泛民真係有決心嘅，唔好再嚟話我哋有鬼啦。亦都可以做一個箍票嘅效果，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早做咧，即係而家你話三點鐘佢真係宣布，如果即刻辭職咧，係真係比起政改表決之後去辭職咧，係好啲嘅。咁所以即刻拭目以待啦，我哋睇下何俊仁點揀 A 嗰條路，或者定係 B 嗰條路，睇下佢一陣間三點鐘諗清楚啦，諗清楚點揀嗰條路啦。